上级命我雷霆突击队抽派精锐人员前往酒店协助警卫工作。凭借部队多年积累的反恐经验，我们将从技术和人员上协助，配合警方布控。目标找对了。拿了一个汽车场。那为什么需要一个峰会会场的通行证呢？他的出现一定是有目的的。他这会场啊，已经进行审核，在嘉宾入场之前贴住主要目标。收到，文斌。收到。知道。那人是个神经病，纠缠了我很久，非要跟我谈恋爱。那你答应过他吗？当然没有。我不知道。他为什么要找你去帮他弄论坛的通行证？下次要是做任何和我有关的决定之前，麻烦请你能不能提前通知我一声。他知道我在检验药片吗？反正我没告诉他。米谷呢？一个意外而已。那药片是给我的。他根本不知道。那他怎么知道你有这药？ 如果你不想让你妈妈有事，别提我妈。如果你想让你妈好，就把你那些小心思给我收起来。